What?他应该要去，哎，家里面勾到，我感觉千珏高两墙而打一套，好像没有四面往下游，喷射球过来没闪的小明在卡下，应该是没死，哎，一技能上来想换一下，这波应该可以换掉，死了死了，很漂亮，我都要死，能做一百米，是换掉了两个人，哎，这波一波怎么死的呀？奇怪啊，一波卡到扛死的，小五还绕过来，比翼双刃，比闪现。 拉一下，第二队想Q上墙，闪现过来卡上别人拿人头，炸了呀！京东这波越他自己打辅助，这一波动手一定是在等绿毛，先拿卡的仇恨，结果拿到的时候他瞬间嘲讽住，这被嘲讽到绿毛。而且绿毛这闪现特别奇怪，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你说硬要就是想杀小明怎么杀最科学，闪现一就锤石闪现一啊，闪现一先Q这个就必须锤石闪现一 Q， 你没有操作空间，然后往右边拉退，这样的话卡萨也找不到地方拉进来，因为刚刚看到一普怎么死了。二打二又打起来了，一普跳的位置有点过激，尾身拔个毛，拔了又在的减速出来，卡萨就在边上，小明这边身上再打一个马上好，这一出拳一普交闪，感觉我觉得今天看了两场比赛，卡萨都有鲁兰，其实这啊大住了，但是就在边上，小五上去比一双刃，拉住赶紧 Q 回来。 流畅这一波，而且一普是没闪的，这位置坐在这里，哎，要跳脸了。哎，这个位置就要被拉冰，拉冰完以后有一个灯笼，还好，这波没打下来。是，刚才主要是他做这个眼的一瞬间，扎克可以 Q 他再拉那个眼。是，回身6级打5级，扎克没有向金弹弓，还有5秒的一个超高 CD， 卡萨隔墙交出闪现了。刚刚就想聊嘛，刚刚中路那一波骚嘛，因为这是9.4的蓝切啊，就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天第一局的 BO3 好像。 对方野区的位置开着扫描，想大绕背，这个位置甚至扎克如果跳加料可以跟大进来的。哇，眼看着京东的双人组要交出闪现以及卡萨大招了，但是这个一塔应该是没了。锤石刚刚在交代的那个地方了。吸血鬼这位置开大招自保，但是 Flawless 伤害非常高，打出了血池以及血尾的大招，配合上相互结合，看着那把血池，他的哎捡到了，快不小心捡到，但是扎克在边上，小心给大招闪现拉两个，这个双人组直接被动感弹球带回来，控制全部打满刀背，轻松收头，不小心踩着，而是故意踩着的，有可能是一种开战的信号，化解三娃被打出来交闪现。 有自己的体系，就是这个福爷，这个福爷真的是这个配合，我觉得太到位了。闪现完第一时间在边缘的位置英雄登场击飞，带回来以后再接一个冲拳，这两个人在那边罚站罚了，再让这个扎克利用自己的动感台球把人给带回来，又要来了。但是这位置没有引导出第二段隔墙睡勾到，卡萨没有相机弹弓，可能要被先直接击杀了。然后漂亮的一个钩子，判决了卡萨的死亡。 来了，中面想开最强势的京东中期，但扎克跳进动感台就带，没有带回来任何人。卡莉斯塔眼疾手快把这辅助吸回去 ，AJ 下来打了一套打出自己的风起，两边各打50大板。当卡莉斯塔的一个大招用作防守的时候，大哥你再不来，我这塔都要被推了，没睡到。哎，牙膏这个位置，哎，牙膏这个位置在干什么？牙膏这个位置，但扎克也跳桥了，他刚好往前有 TP， 甚至要反打。这波吸血鬼是没踢的。 刚才的TP差的方位也来不了，这边是一个5打3，但是千珏被秒了，大招没有开出来，又是沉重的控制，而且卡莎这个位置没有受到冲击，正面收起人丢过来，但是 UZI 落单了，英雄登场能不能救？阿基的跳到伊普脸上，破坏吸血鬼，两边的AD在对射，但是伊普的伤好像更高，是 shutdown 掉了UZI，这边卡莎也很危险，这时候再看到刀妹跟吸血鬼从后到赶来，一个信封直接扣到两个人，两个被动都打完，想要找伊普，但是伊普的滑板鞋很灵活，巨波之舞挡一下伊普的一个伤害，另外一边看一下吸血鬼绿毛这边是杀掉了卡莎。
正面的战场好像是京东要打赢了呀。 AMAZ 这边睡到以后睡醒直接死，红鹿 Q 没有打出来，刀妹虽然受到了锤子，在自己的位置也太危险了，身上被套了一个点火，有鹿已经追在后面，最后一个 Q 技能有没有？ E 技能直接是砸死，太快了，土龙加火龙，千珏本身不需要 ADC 就拿下了男爵。那你看京东这个队伍他的一个特色，从前年我记得他就很擅长这种找你人不在或者说短 TP 的时候给你来一波拖打少，这个、这波小明跟卡卡已经是很漂亮的配合秒掉了千珏了。对，但是这波其实硬普的操作也很出色，对，看一下他在一个这个武术姿态跳掉了扎克的一个 E， 然后这边比翼双刃，先是大招被闪现躲开，然后比翼双刃被他捡灯笼躲了。我们看一下硬普的一个操作啊，他捡灯笼躲比翼双刃，然后最后被 AZ 闪现 Q 才 Q 死。但其实他这段时间都是把小虎的一个有效的打团时间都浪费了。他把刀妹第一波大招进来，因为其实小虎知道他先锋之刃虽然宽到了两个人，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是他可以轻松切掉的人。这波团战是他也想不到刚才那波突然就这么打了一波，主要是确实现场，哎，看一下下路看到，但是有车给他拉，带Zoom，带Zoom，Zoom有闪的，这位置可以闪回来，闪回去。那这样吸血鬼大招掉了，这波团而且接不了了呀，是清线了，只是。而且中路的高地塔已经被硬普推掉了，对，上路塔应该也要被推掉，这波可能是个两路啊。上路兵没有整，所以京东应该是不会直接拿三路的，但是毕竟上路的内塔也都还在，还有一分半，状态上面来说。要不要？我感觉不会拼一波，这应该是不会拼，这不可能拼一波。一波给机会，我感觉。正面开了，卡萨进去卖被动，加里奥大招大进去，卡莱萨把这个辅助收回来，加里奥回身翼，卡萨的被动乱箭头中已经被堡垒收掉了，大招空了，这边留住了小兵，这样一波了呀，这样这感觉 RNG 怎么出去在这个位置跟对方打呀？而且血量很低，第一时间啊闪现过来，堡垒斯大招这回乖乖的先开出来，小虎站起来能和他大招里稍微的活一下，但是依然被绝不一斧子敲死，而且乱军中吸血鬼被牙膏带走，那最终应该是京东 gaming 26分钟的大龙推进，1-1双方战平，京城德比来到决胜区，是非常